特级小龙虾超大一只，切了一点姜蒜。这个小龙虾真的超大一只。随便买一包火锅底料或者麻辣香锅料。炒小龙虾什么的，还是用这种菜籽油会比较好吃一点，不要加橄榄油，橄榄油凉拌啊什么的挺好的。油可以多一点，因为小龙虾挺多的。放底料。姜蒜，把它炒香。因为不想有太多那个水在里面，所以就扣一下。这样一份小龙虾就完成制作了。超快速锅小龙虾。